就是要换一个人了，换一下子呢。今天两个同学啊，这个 Sandy 也弹那个。再看一下安的，
们今天加个贝斯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有鼓的话，对，那就是感觉上就不一样了，那效果也是非常比较好的。你一台琴就差很多。你看那些他们抛上去的人啊，他们会加一个电子鼓啊，或什么东西的，或者是都会加个鼓，很少像我们这样就一个人这样的，纯粹一个人在弹的。即使是那韩国有一个韩国的那年轻人都很厉害的，啊，他们也是都会加个那个加个贝斯啊，或者加个鼓啊，先弄好这样，所以差很多。都不错，每个人反正就尝试一下的，多尝试一下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美少女这个。